大家好，本周的黑山编曲系列就是黑山玩音乐，继续谈这个问题哈。黑山的编曲，黑山怎么样玩音乐，我们还继续介绍黑山音乐会1980。你看过前面几集知道，这是1980年的黑山音乐会里面的东西，台北青年乐团演出的，这已经很久了，80年演出的，地点也很独特，国父纪念馆，现场录音的，这个是完全现场录音，这是年久的一个卡带哈，然后把它转成 CD 的，非常好的这个历史资料。台北青年乐团呢，这个创立很艰辛，我讲过几遍了，没有场地，以家为团或者以团为家，也没有经费，完全是我独立负担的这么一个乐团哈。编制很独特，爵士小队我们听过两首哈，爵士小队演奏曲，听过混声六重唱，开始的上个礼拜讲的是混声六重唱，爵士大乐队也我们也听过了哈，演奏的。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多听编曲，少听演奏，因为我们介绍编曲系列，介绍编曲哈，只谈内涵，编曲有哪些东西，哪些花样，我们不谈这个技艺哈，怎么演唱演奏那些暂时不谈这个东西哈。我们欣赏音乐，欣赏演奏，这是音乐的表象，表象，音乐的表演，这是主观的感受，主观就是表情如何，韵味如何，他的运气，吐气，这个发声，吐音，技巧，指法，他整体的技术，个人技术等等，那很多了，这是讲演奏，讲表演，这个是大部分是主观的感受哈，我们不谈这个，省略，省略。我们还是谈这个编曲欣赏，欣赏分析，怎么样分析音乐的要素，音乐的内涵有哪些，节奏、旋律、和声，这个三个主要的因素，你看看这个编曲里面这三个东西如何，然后次要的结构，然后调性、音色，这几个六大要素如何，然后还有曲风、速度、力度等等九大要素，这是音乐里面的，我们编曲运用了多少，我们听一首编曲，从这角度去看看它的编曲如何，内涵如何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两首中国大陆民谣，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两首台湾校园民歌，两首台湾校园民歌，上个礼拜讲，今天我们介绍两首中国大陆的民谣哈，我们平衡一下，不要光讲台湾的，也不要光讲大陆的，都编了啊。好，这两首大陆民谣哪两首？第一首《红彩妹妹》，这个好像是岁月民谣，反正大陆的一首民谣。第二首《长城谣》，这是创作民谣哈，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唱的啊，都是六七十年以前的我唱过的歌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分析第一首《红彩妹妹》。我们先看它要点啊，它是四段变奏 ABCD 四段，一共这个歌只有八小节，然后我反来覆去，我不想这样，我把它变成 ABCD 四个段落，四遍不一样的变奏，四种曲风，有 Foxtrot， 有华尔兹没有写啊，华尔兹，还有 Swing， 还有 Rock，那声部变化里面，这个有一部到多部啊，一对多这个对比，有一跟多，多跟一这个对比，齐和对比，有齐唱合唱对比，有强弱对比，很强烈的两种背景，有和声背景，有节奏背景，第二房都用过门，这几个特色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样分析。现在看看红彩妹妹的黑山编的啊 ，A 段就是八小节嘛，都是反复一，然后反复到二，都这样啊，四段啊，开始就是大合唱嘛，你看齐合唱，又齐又和，男生女生三个男三个女三男三女啊，那到这里呢，女生一个女生三个男生做和音和声，两个女生做旋律，两部和音啊。到这里呢，齐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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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里呢齐唱，然后这个改成华尔兹到 B 华尔兹圆舞曲了，然后这有一部的三部的，刚刚有两，这有两部的，这三部的，就是然后到这里这里几部，五部的，那边还有四部的，这个齐唱了。那这里从弱到强，强弱对比的哈，然后到这里变 swing 了，开始 swing 节奏了，就是。那这里呢，节奏背景，梆，和声背景和声背景啊。那这里也是齐对一，齐对和，和对齐，你看六部合奏对大家齐奏，然后齐奏，然后再对合奏，两次不一样的。然后改成 rock 摇滚，那这齐对和，又是齐对和，齐奏合奏哈。那这里是独奏，然后下面是和声背景兼节奏背景一起哈。然后这个结束又是从到最强，最弱到最强对比哈。我们讲的那些花园都在里面都讲到了哈。二房过门，每次都到二房就过门，你看。这个最后二房没有，你要变另外一个调到第二房，第一房回去了一样，第二房要开始过门了，转华尔兹了，然后你到这个二房要过门了，转 swing 了，这是第三次二房过门转 rock 这是二房过门，三种背景，你这两种背景都有了，强弱对比，齐奏和齐唱合唱对比。一音对多音对比，声部变化，一音两音三音四音五音六音都有，四种曲风，这里少一个华尔兹和圆舞曲，四段变奏，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要对照音乐来听听看，看看怎么玩这个简单的，因为它有四变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变化比较有趣，要不然你四变都唱一样的就可以了，但是没那么有趣味。这首曲子也是多少年编的？1975编的，到1980年演唱的哈。台北青年乐团就同唱演唱的，我们来听听看。
每一个方式都可以值得你将来做编曲的参考哈。真正一首歌需要这样编的不一定，有很多可能。我告诉你，就是大小节要么怎么办呢？耍点花样嘛，玩音乐嘛。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首大陆民谣《长城谣》啊。要点我们看看哪些要点，改变调性，这里面有调性改变，本来 C 调改成 F 调，变化曲风，这里变了很多，有这个叫什么东西呢，华尔兹，这里面有卡农，有波雷洛，还有 Jazz 华尔兹，还有 Swing Rock 等等曲风啊 Style。这些名词啊，你最好大家熟悉一下，这全世界用的名词，你翻成中文就不大通了，好像有的。收音你怎么翻呢？反正摇摆跟摇滚又搞不清楚了，所以最好收音就是收音，再不你翻 jazz， bolero 就 bolero， 你有什么什么其他都不好翻哈，把这些名词要知道。style 曲风变化，结构。就独唱、齐唱、合唱、对唱、主唱、伴唱等等各种唱法，这里面也都有。声位变化，从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、四步、五步、六步都有。三种背景：和声背景、节奏背景、旋律背景也都有。运用辅奏，这个有名词 obbligato， 或者叫这叫什么东西啊？顽固低，古典音乐叫做顽固低啊 ，obbligato。有人叫 ostinato。Ostinato obbligato 顽固低音，有人翻辅奏，我觉得都还不错，就用辅奏就很好了哈，它辅助你演奏的哈。四度和声这里没有 ，chord in fourths 按照四度的和声在玩过哈，因为减七和弦 diminish 大量的减七，除了这一二三五七八，这还没写完哈。用卡农，卡农一对一的卡农，齐唱对齐唱的卡农，还有全体齐奏，这很少见，包括鼓一起啊齐奏。鼓、贝斯、吉他、钢琴，再加上这个男生女生，大家一起齐全，又齐又全的玩音乐，怎么玩它？可能性的都试试看。开头那这个是第一步、第二步，男生的下来了，这传统节奏，然后到这变成 swing 了，这里有加上和声了。所以开始，这个是男生女生对唱 ，chord in fourths， 都四度，你也许听了，奇怪啊，怎么这个音响？有人就喜欢四度也是一种音响啊，蛮好玩的。好，这里是独唱华尔兹了啊，第三，是男生。然后女生加了男生的和声做背景，然后男生上女生用节奏做背景啊，爵士华尔兹，然后到 B 波雷洛圆舞曲啊，女生齐唱 ，female 啊，女生齐唱，男生和声做背景，一样，女生齐唱，男生和声背景，女生齐唱，男生和声背景。圆舞曲部分，然后再下来是变成 march 进行曲，蹦哒，然后这里变成 canon march 进行曲，但是用卡农的形式啊，男女一步一步，第三步对第二步卡农，然后到这里女生对男生卡农啊，齐唱对齐唱卡农，注意一下这个卡农很好，在合唱里面、合奏里面都非常好。很有效果的，还是卡农，到这边 rock 这里你看，全体齐合奏，吉他、贝斯、钢琴、鼓四大件，再加上女生齐上，男生齐上，男女一样，吉他也弹这个，贝斯也弹这个，钢琴也弹这个，鼓不能弹这个，但是鼓打这个节奏，所以变成大家完全一个点儿，没有和弦，没有贝斯，通通一样。当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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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，这个变成一个 rock， 然后这个东西变成我后面的一直在大量反复使用，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辅奏，或者是顽固低音 ，obbligato 啊 ，ostinato 都是唱，
这种手法蛮好的，相当于那个 boogie 哈，做一种上面唱的跟下面唱，但是把它浓缩了，上面当滴当滴当当唱慢的，这个快大郎当当当当了当，它跨了一倍变成这样，所以上面的跟下面同时，下面做背景旋律背景，也是辅助背景，也是 obbligato 这个对位式的背景哈，两个唱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快了一倍，它两四小节，它两小节，它两小节，它一小节啊，然后它反复就变成王谷低音了啊，所以上面是慢的，下面是快的，这样两个旋律同时在唱，然后到这里下面第一段了，这个是主旋律用这个，哒啷哒啷当梆梆当梆，一直用这个刚刚我讲那个特性的东西。这个做伴奏，旋律伴奏、对位伴奏都一样，这个旋律伴奏下面也是一样重复，然后到这个要大家齐唱，当当当当当的一再唱这个东西，反复三遍以后跳下来合唱，齐唱合唱，很多花样在这里面玩过了哈，尽量不要八小节都一样，我从来不写一个歌八小节一样的，要不然我觉得很无聊很，所以我听别的音乐 我也是觉得为什么不变一下整个一大段或者几分钟都一个东西，我不喜欢那样，我喜欢变变变，有趣好玩啊，好玩，音乐本来就是玩它的，音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怎么去玩音乐，没有对错的问题，当然你现在写电影配乐，你写这个歌曲伴奏，写舞蹈伴奏等等，你要考虑他此时此刻跟他所需要的。我现在只拿一个旋律来玩，我没有玩歌词，只玩旋律，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旋律像这个小孩玩那个泥巴，或者我玩这个面坨，你怎么玩怎么捏，包饺子做包子做饼你怎么捏都可以，音乐是这样，爱怎么玩怎么玩，当然你特别情况这样，你将来要考虑你卖钱的时候，你说为什么而写的时候，我这个没有，我就拿找一个旋律，长城谣的旋律或者是红茶妹妹小花，任何一个歌的旋律拿来怎么编，你觉得有趣味，这就玩音乐了嘛。只有一个国歌不要玩哈，你不要将来玩国歌说我教你的，我从来不教这个，我讲了很多遍了，国歌不要玩啊，其他都可以玩，其他任何都可以玩，来我们来听听看。
这就是编曲的一些花样、技巧、方法、这个观念等等。有兴趣你可以运用任何一招试试看。编曲你必须要用很多的知识、很多的方法、很多的技巧，不是拿这个什么 MIDI 操作。 MIDI 是工具，那个不是编曲。你要把你的编曲知识给他，我这是给乐队、给合唱团，你给 MIDI 也可以了，那是工具。最主要你脑子里面要很多很多编曲的概念、很多的观念、很多的技术、很多的方法、很多的点子。 OK， 好，再见。